东西在交往前之前就要先讲好，就是先讲好，就是如果你今天要看手机，代表我们的信任已经瓦解。坦白说，什么？你今天如果要看我手机，你是鲁智深呢？鲁智深，你今天要看我手机的时候，你有什么好信用？真的，你哪来的自信呢？我都会先这样讲，没关系。如果说你今天不能接受这一切，那我们就不要来往，没有关系。好拽哦！不是。如果你真的真心，你有什么不能看的呢？对呀、啊，可是因为你难保哪一天你不会变成不是真心的，你知道吗？哪一天你要作怪的时候，你前面都要先演好，前面是我真的没做错事，所以你不能看。等到哪一天我真的做错，我的心态是这样：等到哪一天我做错事的时候，你也不会想来看我手机。我已经培养好这个默契了。你就是为自己做错事要再铺路啊！留退路，消毒，没错没错，留退路，没错。烂死了！我觉得是怎么这么老实啊？我觉得你怎么走心？你讲，你讲完之后，导播带你看起来就是个鞋和尚。花和尚，酒肉和尚。没有，觉得男人还爱玩的时候是不可能给他看的。对对，但是可能有一天他其实觉得说，那就你了吧，无所谓了。这个时候其实他随便你看了。夫妻，如果你结了婚，你可以不可以看？给啊，结了婚之后嘛，能不能给他看？你刚为什么要舔嘴？好邪恶，挣扎，花和尚舔。舔嘴唇真恶心，是这样子。如果我问心无愧，当然给你看手机是没什么问题啦。可是如果今天这个女生动不动就要来看你手机，坦白说她是比较不太信任你。对，但是代表你的行为让她不信任哦。所以她来看我手机，这是相对论哦。所以她来看我手机之后，她就会增加她的信任感，增加对我的信任感吗？对，会。哦，我现在不信任你，我看一下哦，信任感满分。对对对，会会。这么无聊啊，你们真的会。后面后尾会的举手。为什么？全部啊，除了李毅，李毅是站在男生的角度啊。怎么可能？我也会啊。你只要一转身，女生能这样翻看一眼算一眼，真的。对，看一眼算一眼。所以你到后来你就觉得累了，我干脆我就直接摆在这边给你看，然后好了，给他看，他要怀疑你这个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纸的资料，就是那种副资料夹还是什么，就是你连给他看，他都还要再怀疑你说你是不是有把它备份到电脑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存起来了，一直想，他就。他想女生，这就女人呐，想的有比男人多很多。因为现在聊天软体它有限时聊天，就是你聊完之后，他可能十分钟，他所有的记录就没了。悄悄话，对，是悄悄话。所以你要是按限时聊天的话，比如说我要跟男，比如说你要跟女生搞暧昧，然后搞完之后，哎。他的聊天记录就没了。刚讲什么？搞完什么？搞完什么？搞完什么？跟我搞完有什么关系？刚才是讲什么？量变少，量变少。搞完，我们今天聊这么震惊的话题，你怎么时不时会丢出一些这种东西？自修文，自修文，是啊。对，所以他其实是现在有内建这个的。现实聊天，所以说这个男人如果有这个下载这个 app 的话，代表他就是要把记录消掉的。赖就有，赖就有，赖有啊，赖有，赖有现实聊天的，有啊，赖有啊。你看，这个假的啦，假的不知道啊。Facebook也有啊，郭贤不知道啊，悄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们是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？哦，所以悄悄话就是这个啊，悄悄话这个。你说悄悄话自己会删掉？你说 Facebook 上面的悄悄话，那个悄悄话就这样吗？对啊。所以你忙，谢谢你一忙啊，谢谢你，谢了，谢谢。李毅，你今天贡献非常大，李毅是非常好，李毅你真的是太棒了，李毅。所有观众的男人，谢谢，谢谢。可是这不是大家都知道了吗？女生都知道啊，我们都不知道啊，哇，你们都知道吗？厉害了，不知道举手，不知道举手，哇，都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谢了李毅。谢谢李毅，哇，难怪现在女生偷吃很多了。还有什么？奖金我们来发，奖金再说，你再说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功能？还有什么？最近有什么新的 app？ 哎，我先走了，我先有哎。